由于双球将已发生的全球性海岸线事件只有数星期，全教会为此将要离开沿岸城市，移居内陆所作的各个准备应已进到白热化的阶段。不少家聚或者自我组队的弟兄姊妹经已率先智慧地在国内租下适合的落脚住处，并且陆续设置及购买日后度假生活需要的物资。在2013年3月22日2012小组在各种预备皆是如火如荼的同时，在一个特别安排信息录影的当日，趁机进一步咨询又华牧师有关北上度假的智慧。相信接下来又华牧师的答问部分定必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和帮助。